每到一处斩尽杀绝。在下跟金燕子也算是朋友，既然是金燕子的朋友，不能再冒他的名号做成斩尽杀绝的事情。你管不着。你杀了那么多人，就为了逼我出头？我一直想见你，是不是仍然喜欢小鹏？金燕子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我惹的事情，我会去了解的。